日前有一名女性骑奥特曼经过嘉义市四维路和北港路路口的时阵，无注意和轿车发生侧撞，当场摔车受伤。嘉义市消防局下达通报了后，随即派遣到救护人车前往救援。嘉义市消防局调分队救援车到场之后，看到一名女性机车骑士表情痛苦，在等待救援。救援员随即前往查看伤者状况，不过在这名伤者意识清楚，不过机体再次受伤，并在救援员处置之后送往病院治疗。而好佳在车发生的当下，路边拄好有庙会，参与庙会人员看到后，也马上加入救援行列，才无造成更严重的事故发生。到达现场，发现为一辆自小客车与机车发生交通事故，我造成机车骑士女性26岁，主诉腰部疼痛而没有明显外伤。那现场刚好在宫庙附近，正在举办宫庙的活动，多位宫庙的热心民众在现场协助交管，并立即跑到消防队做一个报案的动作。那该名女性由我们的救护人员送往卫福部嘉义医院做一个治疗。该市消防局提醒民众，驾驶车辆经过十字路口，应该减速慢行，并保持防卫性驾驶，遵守交通规则，才会使避免车祸发生，危害自身及他人性命、财产安全。新闻台民间市采访报道。晨光洒落，晨风拂过嘉义的每个角落，随风摇曳的树影下，享受慵懒日光。让长者多一处活络感情，增进身体健康的好所在。让学子挥洒青春，热血激昂展现振奋人心的力量。从大自然的观察，丰厚科学与人文相融的教学涵养，盼望所有的大义英案都能健康茁壮，打造全零共融的无障碍空间，深入城乡，带旅人走进嘉义的每一处。银海小船穿梭扑来潮间鲜美，面山职人精神袭来日晒背香，持续革新的生产技术与多元通路，产业强劲拼出经济，更创造青年崭新舞台，让嘉义人返航，更吸引观光人潮汇聚。嘉义为人情，加一位风雅，加一位热情，加一位甜事，装进满意的耐人寻味，幸福的滋味就是加一味。